第26题，下列现象中有几种属于光的折射现象？甲，站在溪中看水中的石头变浅，这个是折射。老师上课提示过这件事情。乙，湖面出现山的倒影，这个是光的反射，不是折射。丙，针孔成像，这个是光走直线，不是光的折射。丁，戴近视眼镜看到清楚的影像，这是靠我们的近视的镜片凹透镜折射光线，帮助我们成像在正确的位置，所以丁也是与折射有关。戊，日晷的影子，影子的形成也是光的直线传播，所以这个不是折射。己，汽车后视镜的影像，后视镜也是靠着镜子，也就是反射成像，所以也不是折射。羹，水面下的外筷子看起来弯折，这个是折射。老师上课也举过这个例子。星，哈哈镜中的小矮人，哈哈镜是所谓的镜子，镜子就是光的反射，不是折射。所以有甲、丁、庚是与折射有关，总共有三项。所以第26题我们说，下列现象中有几种属于光的折射现象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3 种。